当兵的，对哈、哦，好，今天班长就会带你们里面当兵，好不好？所以你们等一下要听班长，要听班长的口令，好不好？所有的关卡，班长都会带你们去操作。班长不在的时候，不可以自己一个人去玩所有的设备。你们看到班长手上的东西？是什么？三角锥代表危险，所以等一下啊，下课时间，请你们离三角锥越远越好，有没有问题？那边家长给我过一下，来，有没有看到班长在那边放那个红色的三角锥？有。大表，你等一下下课的时候不可以自己靠近去那边，有没有问题？没有。好，坐下，坐下，请坐下。最近是不是有一个病毒？好。可以等一下，所有人跟我举起手，一只手，随便一只手举起来。用你的手肘捂住你的嘴巴跟鼻子，这样子，旁边人放了很臭的屁，赶快捂住，快点，很臭，很臭，快点。等一下，如果你想咳嗽或打喷嚏，请你们要捂住自己的鼻子跟嘴巴，好不好？